啊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斯蒂宾的斯诺克。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2024威尔士公开赛32进16的一场对决，由中国香港的选手斯嘉俊对阵丹尼尔·威尔斯。目前中国球员啊，仅剩的也就是唯二的球员，傅家俊和一会儿接场的范正一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傅家俊打的，总归来说啊，非常敢进攻，状态是非常不错的。由一开始的0-2落后，现在连赢3局，眼看着啊，就要4-2拿下比赛了。打一个左下底，然后维黑来打。35. 36. 篮球有一个向下的角度。看一下。红球还是有单调的。这个走位非常的厉害啊，很细致。脏控出来，42. 今天晚上这个傅家俊打的确实厉害啊。傅家俊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，是中国第一位在这个国际这个斯诺克赛事上拿到冠军的人。就是近几年成绩不好，是因为眼疾。来一个长杆的薄球，哎呀，这杆居然没有打进，太可惜了。49.
Samuel's four. Nine. 40. Marco Fu, 14. Six.
Daniel L6, Spherical Fielded, Marco Fulton, and Matt.